今天开始，我会给大家出一个训练腹肌的系列视频，动作也非常简单，跟我一起练起来吧。其实想拥有平坦的小腹，主要训练三个部位，我们的上腹部、下腹部以及侧腰。今天分享三个练上腹部的动作，30个为一组，每天我们做3组。做所有腰腹动作的时候，一定要记住，首先要收紧核心，双脚离开地面，腰部要紧贴在肚子上，这样也会保护我们的腰椎。然后我们第一个做动作开始做卷腹，大家跟我一起做哦。我是初学者，感觉难度比较大的话，也可以把双脚放在地面。接下来我们做第二个动作，平躺后，这一次我们的双脚不离开地面，然后把我们的双手抬起来，向斜上方去够。要记住的是，腹肌要始终是贴合在地面上，趴在垫子上，用手去推地，把上身顶起来，你会感觉这个地方有被牵拉的这种感觉。好了，快快来打卡吧，记得录视频艾特我哟。最后一分，最后一分了，最后一分，最后一分，哇！